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哎，手抠腿干什么？拿起来，对，蹲住啊，给你力量啊，要蹲住啊，控制住，嗯，控制住，对，呼吸，不要憋气，呼吸，不要急促，深呼吸，坚持住。所以你一直在培训梁超越？对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就从他们节目结束之后，集团之后。超越是一个什么？大概什么水平的舞蹈的基础？老实说，其实舞蹈基础并没有那么的好。手往下压，嗯，对，力量感觉像你摁的一个东西，嗯，你要那个摁开关，你摁开关的时候是不是要摁到最底？嗯，要摁到最底，然后一松它就啪自己弹起来了。找那个力量，拿两块布，拿两块抹布，这玻璃有点脏。对，然后所以手腕要用力，你手里拿着布的吗？对吧？然后擦干净，然后这边擦干净，然后再擦一次，再擦一次。对，所以那感觉手腕一定要使劲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李阳你来带他练一下啊。害怕什么？说其实他是聪明的，只是说他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，他接受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的快，嗯，对。但是如果说比方说我刚刚会告诉他形容一些像打气啊，像一些波呀，对，就摁开关啊，对，擦玻璃啊，这些，那这样子他比较好容易去接受，哦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